反正你今仔带酒要来送我。哎呦，哎呦啊！啊，林青海啊，我到来，过来，过来啉威士忌配德国威，行。啉威士忌我无兴趣。来，过来啉啦。我你讲啊，我边啊坐这个吼，白毛的油青的馆长。哦，油馆长。嘿，你好。小酒嘛，我讲来听哈。啉小酒，第一等人哈喝白葡萄，啊，第二等人呢喝红葡萄，啊，你这个是第三等的，上无最准的喝威士忌。你讲更加多，喝威士忌就好，我教你忙紧。小酒，我就一个饮，我抽烟了。啊，提茶来送的时阵无菜，所以先特别提一个1986法国的红葡萄酒。啊，熬啉酒的人知影讲，红葡萄酒就爱食法国的，啊，白葡萄就爱食。德国的，德国的，哎，好，啊，威士忌嘞，迄三等人啉的，迄德国的，威士忌迄款的吼，用国美叫个酒精，来头就是，这倒酒啦，有撇波无？哦，倒酒吼，你倒我看麦，内行甲外行差一下啦，好来，你这外行啊？啊，都那个底的都。这倒酒吼，倒酒袂使放到酒杯啊，袂使酒杯啊磕掉。哦。吼，啊，得甲转一下，啊，得袂堵落来。哦。这倒酒。安尼无礼貌。哎，倒酒。好啦。这也是德国回来有靠办。安尼吼。哇，倒遮济哦。哎，倒真济。啊，啉到。啊，这酒吼，要啉酒就爱先偏啦。嗯。是煮好你食的酸梅菜。是嘞。这啉酒吼。啉酒你也偏，啊，要安怎让酒的酸咸苦啦吼，这有酸啊有甜吼，这是酒。呀，但是酒的香吼，你都要亲像，都要你像那烧金安尼加嘞吼。烧金嘛。就是即马你咧烧金的是素气。哈哈哈！有哦。这个酒吼，你先安尼啉一嘴落去，啊，唔茫接落去，干嘞。啊，顶管的牙齿咬下面的嘴唇，啊，像咧烧金安尼甲竖入去，啊，迄个酒香就会出来。啊，来，你甲恁某烧金迄个姿势。啊，甲我某烧金啊！哈哈哈！馆长今晚拢去教太太有哪条连一个就对了。啊，对啊，对啊。好，阿祥阿公。这谈到一步，你教安尼吼，啊，这个我要问你是讲啥？讲是第三等人啉这个？无啦，我定安尼咧想啦吼，人吼要调整咱的情绪，情绪变哪调整吼，大概分三类的人啦。第一类的人就是食酒、食薰、食咖啡啦，这是第一类啦。哦。第二类呢，就是都爱靠音乐，靠运动，靠戏剧。啊，第三类的人先哦，凭着伊家己的冥想 meditation 啦、哦，所以人讲宗教、文学、艺术以及即款禅吼，这个第三类啦。第三类成立啊，啊，你即马人事实上人每个人的处境无同，会使有哪会使啉酒，嗯，哦，啊，听古典音乐，哦，哦，啊，你拢听这個？啊，刷入去哦，啊、刷入去就是。等咱古典音乐拢会吵到别人的时阵哦，啊，关开靠家己的冥想 meditation。嗯嗯。所以人有得有失，啊，要得意吼，尽欢容易了，啊，要失意太难不容易了。啊，你这个像在讲你总统选举的时候。歹势啦，你也想闹鬼。不不，想闹鬼。啊，这是啊，这贝多芬第九，我听讲你这几啊千题上。我无啦，无现就一百块啦。啊，一百块。我伫德国读册时阵，也拄啊一个当代上第出名的指挥家叫做卡拉扬。啊，卡拉扬。哦，卡拉扬。卡拉扬。啊，卡拉扬呢，伊拄啊做这个柏林爱国交响乐团的指挥。啊，迄当时庆祝一百年。柏林爱交响乐团一百年，爱出一百块的相片，而且个唱片，啊，我拄啊甲介绍。说古典音乐内底经典制作差不多拢有啊。伊咧弹的迄条就是《大学之歌》，伊这高迪亚姆斯差不多欧美各国大学生内底的起步就是这条歌。哦，就是。伊的大意就是讲，让我们唱歌真快乐。歌声传遍大地。
阳光普照，满地鲜花，我们没有忧愁，也不必悲伤，我们大声歌唱，大声歌唱。啊，你会当安怎去甲教教你歌词？照你的教义，要用台湾话，要用北京话，要用客话，要用泰雅话，拢会使。啊，所以你有教真侪你家己的、這個。啊，就有当时啊教袂押韵啦。啊，不过那拉丁因为这差不多500年前就唱，所以是当时流行是拉丁语。啊，这拉丁即马古拉丁即马差不多无人用，不过。天主教的神父拢会晓。啊，你即摆意思是讲你确定要会甲我表演这段就对了啦，哈。啊，要唱啊，是拉丁语、泰雅族语。拉丁语较熟。哦，拉丁语啊，哦。啊，不过要讲这個、要表演之前，我要先啊，我要回应一下你的这个，讲这啉葡萄酒的哈、啊。这啉葡萄酒啊，我一讲啊，有一个酒商啊，啊，你甲我讲一个故事啊，伊讲啊，这个诺亚方舟有无哈？啊伊讲这水呐退去了吼，迄时诺亚开始种这個葡萄嘛，啊，就是伊咧种葡萄时，这个撒旦呐、啊，撒旦呐、啊，伊就来呢，啊来伊就冲上来，伊就讲，哎、欸，我呢，今麦呢，伊把四种动物的血撒来这个种这个葡萄，哦、啊，个压这葡萄，所以这個葡萄呐成熟的时就像迄圆碗安尼吼，啊，真柔软安尼吼，啊，即款用这個葡萄来做这个酒吼，啊，你当啉落的时阵呢，变作像迄。啊，像个狮子安尼，敢要改作勇猛个，什么代志就我作敢做吼、嗯哦。但是袂当啉伤多哦，啉伤多佫啉落去就变作猴子，吼、哦，就开始嘻嘻嘻，搞我袂笑。安尼啊，佫要啉落去哦，啊，这下去啊，必滴，变成是一头猪了，而且变成像公公本本安尼去啊。所以这喝葡萄酒实在是蛮有意义。不过关键我他妈一直在看你，我看你头干哦。你的头毛是还是白？这是遗传啊，是安那？可能是遗传啊，不过阮老母也有，阮老爸嘛是有。阮老爸那差不多30几岁开始白头毛，所以阮老爸、阮老母拢是安尼。啊，阮的小弟甲大姊小妹，我那是白头毛，真早就少蓝白。哦，啊，所以这是纯粹是遗传的，可能是遗传啦。啊，不过我做检查，不是用脑过多，我看这不是啦。不过我做检查医院的时阵，第一年开始白，开始大量白啦。因为是烦恼在军国大事嘛，不是呢。迄当时的时候，我做甘草药的时候，第一年开始白、嗯，啊，我有要念，啊，我有朋友甲讲讲哦，物以类聚啦。你甲一阵老的委员吼，因平均年龄82岁，啊，所以你即马在头安尼下面夹做伙吼，安尼你拄啊安尼物以类聚，伊袂甲你排斥啦。哦，哎，这伪装的就用的。对，啊，无想讲一直来，等等我以后的时候要甲你，人讲我会改善。哦，所以蛮用，啊，所以就无跟你养的对啊。不过，我唔未记哦，我做过第一届的监察委员，做过第一届立法委员咯、嗯。虽然第一届是我无同的年龄、嗯，我入去做监察委员的时候是37岁，也、嗯、两个囡仔先，讲74岁，啊，平均年龄82.5，啊，所以迄当时这个白头毛真有必要，啊，搁一点，欧洲也是美国早期。诶，法官甲律师酒店拢在戴白色的假发。啊，行啦，行啦，一定白色。因迄东西就是表示成熟、权威、公正。哦，所以你有啦，读这个法律的时阵，你家己甲讲白头毛不要紧，多好含你以前所读的遐同款的对吧？对。但是你的外表的形象内底呢，我特别一点，我听讲啊，你这领带啦哈，还是你的这西装哈，拢恁太太咧甲你配哈。啊，听讲你足惊某，啊，你是不是真正惊某大丈夫，怕某低高？来，你再过来。是我，会记我咧看你的册时阵哈，你也只特别看，哎、欸，你一个人伫只咧，即个湖顶馆咧思考代志，还是思考啥？这个是德国的基本法，就是德国的宪法，伊伫最后伫要定稿、伫草拟的时阵呐，伫拟制定。啊，要订购的时阵，底下差不多有一年。是遐。所有的差不多在要写这个草案的人，拢底下。哦，遐学者、遐法官。学者是法官，或者是议员。嘿。啊，底下这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是一个天然湖。啊，伊这个四周环境真冷酷。嗯。啊，底下出真侪文学家、甲哲学家，都是伫慕尼黑到萨尔斯堡之间。真冷酷，佫会出文学家，佮这学家。起码就是讲真济个，伊即个环境，互大家会真冷静落来。啊，所以我有若有去遐甲看，所有的重大个决定，真济人伫遐，
所以是讲，那姨父你去，你也饮酒吼，差不多伫迄个湖边行五分钟，就倒伫遐睏去啊。哈哈哈！安怎，就叫醉饮去啊？不过我讲这个，这跟咱阳明山的环境无同款啊。阳明山的环境大概肯定就相差。不过阳明山遐有一个湖，迄、那个湖啊，较早无破坏的时阵、差不多味道也很像。哦，我那当苏哥国家，我那是迄个湖，这什么湖？翠峰湖啊，什么湖？迄、个湖我那是含这个金香，遐有真侪水果菜、啊，伊这个含水果菜较要烧香啊。但是水果菜本身就是有翠绿，这款呢那像芦荟，所以芦荟啊，佮伊这打起人拢无去甲，无去甲，无去甲办，无整理，是就对啊。啊，好，大家当代嘛，苏哥国家的大政啊。不过咱台湾，我是看。我结论也是感觉迄阳明山一定是无好的，无啥大家国代哦拍架呢。不过有一点就是翡翠水库有一角，我那袂歹。假使台湾也要制定宪法，你做馆长愿意家提供出来？翡翠水库迄个所在就是伫边拿，边拿的石窟啊，石槽啊，石槽啊遐呢，迄、那个弯角的所在，我那烧香，互人感觉真冷酷。因为咱真侪的法律教育啊，都爱真冷静来想，唔是要让每个人感觉讲，伊拢是一个积极的行动派。是。不过所谓冷静本身，就是有本身有浪漫的冷酷。所以你啦，所以就是你去巡视的时候发现的，吼，啊是出来提供。哎，我把这个讲倒转来讲，你带一个这个啊，这个曹子琴女士哈，来这个啊，馆长夫人，这是外省人嘛哈。是江苏籍的，是吧？浙江籍的，是吧？浙江对。啊，你对这个族群有啥物看法？我读凤山中学初中甲高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都、就是迄阵陆军的兵仔仔。啊，我含因斗阵做伙的时阵，我了解因的悲欢离合。譬如讲，我有哪有一个同学，因老爸就是太平舰，啊，太平舰炸沉去。啊，所以我知影讲真侪大陆伫战后的难民到台湾来，因有呐烧香，含咱烧香有呐悲欢离合。是。啊，我真了解因所想。啊，所以当等我朋友甲我介绍阮某的时阵，我对伊不排斥。啊，所以经过迄段期间的恋爱，三年外恋爱，啊，我有甲阮老母参详，阮老母马上拄到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哦，也阮某为了要嫁我，所以伊学台湾的，甲阮老母沟通。哦，也想讲台湾的学以外，伊阁去学日本话。真啊！伊阁去学日本话，伊发觉讲阮老母会晓讲日本话，所以伊读两年的日子，目的就是要甲阮老母沟通。啊，不过很多人讲我不排斥，讲我足欺骗啊！你介绍伊甲你倒用，嘛会使安尼讲是啦，阮就伊用啊。啊！你不是听讲你食假某？你看你这张相片啊，哦，惊到面安尼。不过我，你某惊面。我甲阮某有一个好处，就是自开始，阮结婚开始啊，就是厝内代志，我一概不管。伫厝，阮某煮菜有含盐，有含味素，有啊无，拢无要紧，我拢总吃。啊，但是出家门以外代志我管。哦。安尼啊，所以我做律师也好，我做监察委员、做立法委员，到即马做馆长。阮太太一向无干涉着我的公务。是，啊、不过我看伊顶到你咧总统演讲辩论会时阵啊，迄个时阵我是负责转播，但是我也是主持啦哈。我就看到伊特别甲你设计这个玫瑰带哈，啊，包括唇膏拢是伊特别甲你啊设计，敢无？伊有伊的观点啦。不过我，我真好看啊，真好看。我从结婚之后吼，这个热头红，阮无甲我落，因为我后边也无看。啊，所以玫瑰带就爱我这一样干。啊，所以真是咧，阮就是你古代我夹，啊，但是大头毛阮无大，所以我前面看得见的，前面的我管，后边的部分看不见的阮无管。OK， 那什么你一直在提到，你又讲到你这个头毛哈，白色的时阵，你讲到讲实在是你捌做过第一届立委，也捌做过第一届这个监委，啊，伫这个整个这个反对运动内底，你算是真早期的人。那么我也知是讲，你家己去做这馆长的时候。你是去拓荒，而且拓荒的过程，你是不是在跟我讲？我因为实在是，我参政是一个偶然。因为我伫德国读册回来了后，我是做律师，也做律师嘛做了真有心得啊，嘛真有趣味。但是我为美丽岛的高雄事件的军事审判了后，我深深的感觉，
人权的保障不是靠做律师做得到，需要整个的社会的改革和政治的改革，啊，就是在这样一步一步走进去。事实上，我既然说要做一项事情，要做好，要参政做好好的时候，只要做一个民意代表，做监察委员，做立法委员不够。因为立法委员可以审查无声，制定法律，监察委员是来监督、啊、来纠正、纠集不法违法失职，也发生的审查。但是你整个的这个公共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当中，甲无声来配合，再当推动公共政策计划，当能推动。首先要参政的人啊，假使无经过行政首长、首长，都亲像做律师的人，无经过高等考试、国家考试。是亲像一个人无一个完整，啊，所以参政的人一定是民意代表、甲行政首长两边有做，了后才会深深的感觉。哦、啊，这点的看法呢，是啥物人给我的？是邱连辉先生。哦，邱连辉就是早期的这个屏东县长对吧？对，伊迄当时做省议员、是差不多全省议会公认是第一名的省议员。也伊推选给我做监察委员。有一边一个礼拜日，我走去伊咧饲鱼的鱼池，啊，伊甲我讲，伊讲阿清，我要来选县长，啊，我甲讲，啊，你做干做这个省议员做甲遮尔好啊，是第一流的，你哪要来做一个小县长？伊讲做县长，伊捌做过县议员、乡长、省议员，啊，伊感觉深深的感觉，都爱做县长这个行政首长。即有完整配合就对了。啊，伊佫甲加一句，伊讲你啊做县长过，敢若无管军队的国防、军队，啊无做大事，伊外交以外，你剩的差不多行政院长、总统办的代志拢完全了解。啊，不过即马选县长啊，已经开始，算讲你是先去啊，即、這个因为过去的即台北县，咱会使讲也是无甚物即个。啊，民进党的资源，但是你有开拓出来啊，吼，即马已经变作民进党，你是执政党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咱知影包括这個新党，吼，包括这個国民党，因为开始积极伫要台北县发展。那么即马已经台北县有真侪人要出来选啊，包括你讲新党的周全，吼，包括无党籍的廖学广，啊，包括啊你所希望提出来这张国荣，吼，啊等等这些人，你认为讲较适合目前较适合的这個、这县、個、长的人？首先我。当选台北县长的七年前，我七年前当选县长的以前，我开始研究台北县，开始了解台北县，有花七年的时间。我当选县长上日，迄日的七年前，我就开始了解研究台北县。因为我伫政治大学地政研究所。我教一个科目，就是计划法律比较研究。哦，就是国土。啊，你国土规划、区域计划，啊，甲研都是计划。呀，但是你知影，你啊学生干呐拢总甲伊教法律啦，伊无趣味。啊，一定都要找一个讲，哦，日本的第四次的国土计划。德国，比如讲巴伐利亚、白杨邦的区域计划。啊，譬如讲，这个巴黎的都市计划，都要从迄个来讲。啊、做比较，做比较啊！了后才知影讲，因的法律是安怎来制定？啊，迄、那个法律是立法政策，也是立法技术，也是法功能会当发挥也未？啊，才大家检讨。也我要给我的学生会当了解，当然上趣味的就是用北台湾，就是北部的区域计划，也台湾的整个的综合计划，也甲台北县市的都是计划。用这款阿好来引起伊的注意甲趣味，啊，为着安尼，我才深深来了解台北县。我做监察委员的时阵来视察台北县，啊，研究台北县，才发觉台北县伫二十年前是整个都市计划的设计是要予150万人住的。啊，但是照台北县的人口的发展，有可能伫民国80年的时阵超过300万。好，啊，我安尼甲推算来讲。一旦予150万人住的都市计划所做出来的学校、公园、道路、垃圾的处理等等啊，以后这个台北县，敢像讲这间厝，予你一旦住150万人，哎、欸，100人、150人，结果来300个人住逼迫。啊，我真深深的感觉，
啊，柯连辉先生迄点灵感给我了后，我深深的感觉。啊，教授要我选一位来，我做馆长。嗯。我两个选择、嗯，一个选择就是真爱去我高雄，高雄县还是高雄市外家乡。哦，你的家乡大树乡对啊。啊，但是啊，教授要来做一个，人讲讲要来勇于挑战，要来接受挑战的时候，应该就要投入台北县。啊，我真个考虑就是讲，假使我台北县长选一条的时阵，有法度通解决台北县的教育、交通、环保、治安、主体问题的，啊，这个就是我一个挑战，所以我投入台北县的选举。我会记迄当时我做监察议员的时阵，伫十几年前去登记要选台北县长，啊，我有两位台监察院的两位好同事，啊，美丽的小姐，就是林敏贵。甲林顺柱两个委员爱陪我去登记，啊，行路差不多行150公尺去登记，带西队。嗯，啊，这个林孟贵穿甲伊的戏服，迄个高跟鞋、鞋跟拢登去啊。嗯，啊，伊讲啊，穿啊，你选迄唔好啦。嗯，安怎呢？我讲安怎呢？伊讲啊，你高高在上的监察委员，句句嘟嘟，大家拢听你的。啊，你即马你去做台北县长，互你选掉了后，六七十个议。一议员甲你微调咧，叽叽嘟嘟啦，安尼，啊，伊讲啊，安尼你这唔好，啊，我呐何春木先生含这个周崇彦呐，迄会使讲我已经情人啊，像伊当月英啊、鲍文静，啊，我去甲请教伊，啊，伊拢讲，伊拢甲我讲，伊讲，啊，你这做这美国敢那像是众参议员，伫日本敢那上议院的参议员，啊，哪有人安尼了才过来选一个小小的馆长？所以，我是真脚踏实地，真脚踏实地讲，啊，假使会当。予我会当好好开始的时阵，我馆长十几年前我就真大的决心讲，真歹选，我若要甲选落掉。对于台北县教育改革的成功，台北县的教育改革我真有自信，超台湾上好。嗯。也会当成功，就是张国荣教授。我相信张国荣教授伫学界嘛真受尊重嘛，伊是耶鲁大学的物理博士，是台湾大学的物理的正教授。嗯。啊！伊对台北县的了解，不是单单是教育改革尔，是环保的问题，伊也真了解。啊，假使讲予伊有机会，有那是对台北县真大真大诶有利，真大真大的好处。啊，为了台北县，有那台北县的福气。啊，不过有一点的点，就是讲我今要讲的重点在遮。民进党有400万，像讲咱省市长、县市长选举，咱有400万票。嗯。但是民进党只有40000人。民进党要安怎拍开咱的心胸？啊，要来迎接吸收较济个社会各界人来参加，假使也要吸收优秀的人才，咱县市长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将这个位置来争取较济人来参加民进党，啊，来做民进党的候选人。我相信，予咱社会的改观，这个事情我支持张国荣教授的理由，上主要是伫遮。啊，所以你是基本上你认为民进党未来的发展，也是要以这个县市长。这方面来赢得胜选较侪啊，卖去搞联合内阁，安尼。即马真侪咧讲啥物联合内阁，我给你啊上策啦吼，上策就是民进党即马拢唔通含国民党做联合内阁。嗯。但是咱都要好好啊来计划，讲明年底的县市长的选举。嗯。假使明年底县市长的选举，咱会当得到人口数的一半的县市啦，就是讲你来提小小的县，只有30-50万人，迄款的提迄款。无真大的政治意义。假使大个县市，亲像即落100万以上的人口的县市，即落人口加的总数有超过一半，甚至2/3啊！我相信后年的省市长、规刷里的总统，阮也是民进党做领导。所以，现在民进党即马唔通花真侪时间去考虑，考虑讲啊，啥物人要招咱联合来过？吼、哦，你若有，你若啉酒，加减甲伊讲好，你加减啊，真正唔通去接受。咱今年民进党已经第一个要件就是，还阁剩年半，明年底会好好的县市长，提上第优秀的人选，啊，真有能力、操守真好、真清廉的人出来来做县市长，啊，县市长了后好好啊做，我相信民进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好来，再来林先生再来讲，谢谢。好，谢谢。高地阿木是一个土，有不呢是多么树木。高地阿木是一个土，
Juvenes tum sumus Pos igantum juvertutem Pos morintum senetutem Nos habebitu humus Nos habebitu humus来来来，掌声姐，来来，掌声姐啊！我电子掌声姐，来，我丢下姐姐来。啊，我丢你今仔来，不是多啊，来请坐，不是多要送我酒鸟，送我车哦。啊，我有两套车要送你。嘿，第一套就是跨世纪台湾的种种问题，包括人、地、产业、交通一切，这是一套。是。也另外呢。就是我也希望你心目中都要有台湾国的国家领导，这个就是咱新台湾的国情领导。啊，你家己的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国情的领导是啥？不过台湾，咱拢有一个想法。台湾要建设一个台湾真有台湾特色的国家。咱不但是不是土地的利用而已，咱有那是整个的制度甲人的生活。所以，咱希望建设台湾不但是一个山川美丽，有那倒爱社会真有公义，人活得真有尊严的国家。是啊，整个这个这套册内底是这个什么新台湾发展文教基金会，这是你选举了后，将着你所有的这个啊领回来这选举钱啊，落去甲伊完成的一个基金上。是，无唔对啊。不过想要紧的，唔是。这个公费的补助来捐出去，上第重要就是有两三百位学者专家来投入咱的国情领导的整个的计划当中。哦，这是包括咱台湾的宪政改造啦、司法改造、内政这拢有的，对吧？对。啊，除了这以外，我跟你，我知你啊文化界的观念也袂歹啊。比如讲，你啊跟找一寡只淡水河的这个技术，这个面方面，甲介绍一下好无？我台北县上第关心就是淡水河。也要安怎让淡水河会当够再生，恢复美丽淡水河的面貌。所以，我为着安尼，要整理淡水河，除了做些堤防，即马淡水河的四周围，啊，甲内内外外要整理好清气。也但是要安怎来争取人民的支持？所以，我出真济台北县，尤其是淡水河的这个过去的古早的古相片，啊，这个古相片。变做一个摄影集，啊，这个摄影集发表，所以先看见的淡水河。哦，所以是真侪在文化界的人，大家做伙来推动的，对吧？啊，关键我拢有这留言吼，啊，唔知是你有想要留什么人？我要来留给政界的朋友。嘿，足侪人拢是咧选举，也伫咧问政，真无用。不过，咱心目中都要有台湾的国家领导。献乎参政的朋友，心中爱有台湾国家领导。